专修净土心得摘要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诸位大德老师，阿弥陀佛。自去年五月始至今，学生随恩师网路讲习，在家专心学习已近一年。在此期间，发愿誊写大经解及学习班报告精华，随听随写，并随时记录感悟心得，随学随记。虽方法笨拙，却于定心专注，随文入观，大有裨益。费时虽多，获益亦深，法味无穷。加之念佛、拜佛、解行并举，常得法喜。在此秉承以下主要心得，恭请师父上人、诸位大德老师指正。另复文虽长，但恐机遇难求，望恩师大德老师慈悲，冲其繁琐，测我根基，垂恩指点之见误处是否正确，可有偏颇错漏，学生感恩不尽。一、绘本之题显持名因果同时之圣妙，彰华严世事无碍之玄机。大经科注总是名题一章，念老注释经题之由来，此不赘述。于是经题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一首一尾，即因即果，冥冥中暗藏玄机，于理首尾呼应，原因原果，何止入十二经题入一题，其深意端在彰显此经即圆满含摄世尊49年一切法，十方诸佛一切教，正显华严同时具足相应门。于是首尾相应，首尾一如，正显因果同时，以尾为首，最末诵义显果，以首为尾，最初汉义显因，正显尽宗持名妙法，以果地为因心，直起直用，不假方便。此即圆即顿，殊胜微妙，与标题汇集之法自然相契，至极微妙。汇集之妙，由标题可见端倪，即全显华严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法界，于一标题全体含摄，正显一即一切一多相融，广狭自在。二、念老悯念末法众生五浊恶苦，福薄障深，力挽圣教之捷运，广播方便之法门。议会教室一节，念老林林总总汇列详细诸绘本，并列古今中外诸大德之教室，学生誊写笔道之处，似临念老悲心至极之心境，惭愧泪下。习大经尘封，善本未现，流通受障，故大德注释少发，妙法圣地难彰。
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庆善本中现，大经放光。注释字字句句至极精严，不厌其烦，实为令后者于此殊胜至极大法速生实信。悯念我等罪障凡夫，盼早日离苦，尽登彼岸。同时亦令弟子感悟老菩萨之智慧无量，苦心孤诣及处处止归之经论，搜中外古德之著述，融会妙事，善巧圆通。菩萨道眼圆明，大经解文字般若尽显，详阐圆顿即止，尽是无碍妙行。字字注释或选文或评论，皆从真实心中作，念老自身真实之际境界，所选之文皆起真如真实之慧，且繁盛西备，各随机缘皆生实信，信心一生即登祖位，即入弥陀愿海，即皆获真实之力。此语大经汇本无二，可谓有美皆备，无地不收，全唱诸佛本怀，立起三根信愿，双臂合照，广设寒林，大矣哉。末后九千之正法运，全凭此众生得度之白牛车，莫由他。三，念佛捷径全在老实，念佛之心即为佛心，当下念佛，当下即佛，以佛之果觉作我因心，当念即是全体胡轮一个真实，何须再想。因而欲不思量，欲少分别执着，即欲尽本心果觉，即念纯一分，净土则现一分。念佛不可思议之处，大道至简之处，在于老实，在于简单，在纯，在真。所修者无非老实二字，老实即是放下，真放下者真老实，真老实者念真纯，念纯者自然一心，一心现者即真清净，真清净者即现净土。难怪莲公告诫做顿功夫即是捷径，念佛容易会念难，能否会念是关键，能念佛之心即是佛心，关键在意能字。能之心本来即是自性清净之心，使这一能保持本来真诚清净平等，即是慧念。自问既然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，有没有可能只要念下去不会念变成会念？自答，若以轻慢懒散懈怠心念，不得受用，只因这颗心不相应。若不回光返照，有所觉醒，只种个将来成熟的种子，又或遇有机缘或外缘或感应等，轻慢等心开始慢慢沉静，转念之间即可能变为慧念。念佛即焦躁轻忽懈怠懒散，贵在真诚。初念时妄想纷飞，心确实散乱，难以清净。
但散乱之心断续不得不佛，只要发愿肯老实念下去，只这一决心即是能念，念得久了自然纯熟，清净心会出现，继续不得不佛，成连续不得不佛，即成片。所以念佛贵在老实，只要老实念下去，老实即是持之以恒。四、学习上官老师中原祭祖意义与方法，对感恩心与清净菩提心之体会。一、体相同，感恩心的体是真诚心，与菩提心一般无二。真诚心起作用，在祭祖时，其中之一即表现为感恩心，感恩祖宗之德，传承于我，护佑于我，感恩祖宗以种种示现，让我发起了脱生死之菩提心。感恩祖宗给我修积功德的机会，感恩心之延伸即大慈悲心，一切众生皆我父母。莲池大师曰：“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”将所积功德回向累生累劫之父母，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，誓愿速证圆满菩提，救拔一切苦难众生。如上所说，体为一如，真诚感恩之心，生报恩之心，生誓愿度生之心，生成佛道之心，即发大菩提心。发大菩提心即为真感恩，真报恩。二、真菩提，真清净，真感恩。菩提心含摄感恩心，若无感恩心，则不可能发菩提心。菩提心若发，则必生感恩报恩心。菩提心真清净，是真正感恩心报恩心，即以真实之力利益众生心。感恩心不可着于情执，否则烦累不除，则无有真实智慧、真实功德回向利益祖宗，祭祀之功大减。三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是为真祭祀方法。发心清净，一、我等凡夫当剔除感恩心中之情执，保留真诚恭敬之体。二、凡夫执着难除，念佛最极妙法，转执情为执真，暗合道妙，弥陀名号为真实中之真实，以仗弥陀不可思议功德加持力故，执此名号即转情执归真实，生出真实功德。执持名号，一、我与祖宗众生皆为一体，以发菩提心为清净自心，庄严他心，以一向专念为成就自己，广利众生，一向即含摄普皆回向，自度度他同时圆满，发心时已是回向。二、以最极之真诚恭敬清净心念佛，回向祖宗及一切众生，即为最极祭祀妙法，即真感恩真报恩。总结，以真诚恭敬清净心
咫尺名号普皆回向，即为真报恩真祭祀，亦为上官老师所说之心斋。五，何为心外求法？自问，百界千如，虚空万法，无一出于心性之外。既如此，那何为心外求法呢？自答，此处所谓心者，乃众生本具之真如体性，自性真心，即是宗门所讲之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如来入一切众生心想，若能直下承当，则本来就是。奈何凡夫不是自信，任假作真，被觉逐妄，为种种烦恼所累，不得解脱。所谓内外，即指与自我之真心是否相契合之意。合则为内，不合则为外。合则可求，反之当知非即舍。若论真心，亦有相似与究竟之别，以是出是法是息之。一，若论是法，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之法，即是和心性之法。是人当观自身，从实行实证处求。凡为名闻利养沾染五欲六尘，增长贪嗔痴慢之种种造作，皆为心外求法。二，若论佛法，严持戒律，改过去习，灭除妄想分别执着，启发自性智慧之法，皆为内学正法。任引迷头，求神通，求感应，求异能之法，着名字之相，只作字面文章，而不解实意，不重实行，不在自家心地上用功夫之法，皆是心外求法。总之，心内求法，即是在自家心地上用功夫，以佛陀教戒为指归，扫荡凡俗习气，发掘自心本性之真如智慧。若归净土法门，一句佛号即是自性本心，若不念佛，即是在心外持求，若不与弥陀大愿大行相合，不与往生正因相合，即属心外求法。以下当戒之：一、未脱自私自利，凡情我执，所愿所行只为自己；二、执着殊胜感应，瑞相清安之境界等，念念不忘，心有贪求；三、人天福报未忘，功德有漏。反之，以下当行之：一、发大心大愿，念念为正法久住，为度己度人早日成就。能行所行当随缘，不可贪求世间名利。二、只为耕耘，不问收获，果报自然而得，只求往生。三、心地上用功夫，刻念作圣，感应即有当无，自然而然，时时提起佛号，不令间断。四、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不可贪图轻松享受，当信愿坚定，耐得寂寞，坚持不懈。六、为何需先打传统文化的根基，才能学大乘佛法？本师曰：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一、小乘乃根基，
即伦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是基础。大乘是自信的教育，而小乘是初起自信的第一步。如孝道是性德，最接近圆满自信，是身为人生最容易启发通往大乘自信般若智慧的教育。如连孝道都体会不了，便无法理解、体悟、通达大乘圆满自信教育。二，大小乘佛法在中国保留最为完整、最成体系。中国隋唐之后，儒道取代小乘佛法，其教义可与之等同，甚至超越。或不学小乘，必须以儒道代之。而据现实，儒道底蕴深厚，更近风土人情，更易学习与恢复。一，大乘佛法目前只在中国保留最为完整。二，若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毁失，则大乘佛法的根基毁失将走入衰败。三，佛菩萨慈悲虽是末法，但只是末法初期，佛法必然中兴。大乘佛法重新兴起，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中兴。四，若想学大乘佛法，必须学中国传统文化，如水浇在根，方保枝叶。七，信佛要在无我，须由孝始，显扎根之要。信之一字，非但净土入门之要，实为一切法门入道之要也。净土游畅信心，皆因此信为真实中之真实，究竟中究竟也。此信尤其难也。细观此之一信，何自他二理？一，全心全意信他，不容毫分怀疑见杂。此虽属自利，且要在功纯，要在全心，即无我而一心靠定弥陀。二，信佛力，弥陀四十八大愿真实不虚，此为佛力。此力超越诸佛之力，为佛中之王，其要在究竟真心，即圆满无我，纯一果地，圆顿至极。结论：一，自利之信必须真实无杂，方可与真实之他利相应，即一心靠定，方可得佛力圆满加持。二，可见信心要在无我，无我方见真心，真心自心本具，亦方可感得佛力，即自他不二也。三，由此方体会得师父上人苦心，反复强调根基之重要，皆因无我之真心全由孝始也。由小之无我，通圆满无我也。若非由此根基稳扎，欲通佛力，则不可得也。八，放下是靠自力还是佛力？或有疑，即是他力法门，全凭佛力，则放下亦是靠佛力。师父常讲，放下要靠自己，佛菩萨不能替我们放下。然而，净土不是他力法门吗？放下不也是靠佛力吗？一，
佛无自他之分，无二无别，理事无碍。此问有欠妥当，未解佛之真实意，也未解师父之真实意。弥陀要解云：此之法门，全在了他即自。若会言他佛，则是他见未忘；若偏重自佛，却是我见颠倒。师父上人为不拨空而说有，不废实相而说是修，乃婆心劝导，放下万缘，老实念佛，仗佛力往生净土。二，从修持事项上看，凡夫自我着力处为主，佛为启发、引导、护持，令增长保持。凡夫遇佛法，明理知因果，晓得娑婆苦，极乐胜，真愿放下六道，永脱轮回。此之愿放下，是自利也，佛利也。偏于两说皆不圆满。佛陀为我开示，乃佛利，我明了随顺为自利，二利合办，道业有成。佛为劝放，我为愿放，此放下中两者皆有。事项上当以我愿为主，佛力协助令此愿不断增长。三，若论本性，此愿放之自利本心，即是愿作佛，是心作佛之心，即是我之自性，与佛力是一不是二。上文所谈之我愿放下，若论究竟处，亦是原来自性之初显，亦属佛之力。放下一分，佛力则加持一分，实指烦恼轻一分，自性显一分。烦恼本无，自性本具，无所得亦无所失。放下之落实，即是起心念佛，起真心老实念，而起心念佛即是始觉。阿弥陀佛是我本觉。莲公曰：十本不离，直趋觉路。克服烦恼习气之决心毅力，也是善根福德之显，亦属本性佛力。一念精进努力，即得佛力加持一分。佛劝我听，即是随顺佛教，即是了他即自，自他合一。四，师父所言之放下，乃就凡夫地而言，给众生着手处也。凡夫修行，烦恼未断，我见未除，师父顺理应机，就凡夫地言，恳劝众生随顺佛教，自己要努力放下。师父常讲，放下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是把我们带到门口。真要入门，无我、断见思、达事以心，则须老实念去，仗佛力加持，暗合道妙，前通佛智。若自己不肯放，可见业障习气深重，念佛也是妄心念，心散乱，恐难成片。五，
说放下靠佛力者，为名自利即是佛力，亦是修疏忽懈怠。若只论自利放下，则以我见仗佛力加持，难获殊胜实意。老实念这句佛号，即是自他合一，尽除细论。套用六祖言，净法为一乘佛法，言他言自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法门。弥陀教我念弥陀，口念弥陀，听弥陀，弥陀弥陀直念去，原来弥陀念弥陀。真信切愿就是放下。六，不良揣度。常言所说其他法门为自利，乃非指丝毫无佛力加持，而是从法门得利处谈及，即其他法门非如净土一般究竟方便，即缘即顿，起心即是心作佛，起心即得弥陀四十八愿威神加持，则源头着力处即可仗得佛力。九，老实人只是一句佛号，如何见得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旨？一，纵或未知菩提心之意，印祖曾云，若能结成尽境，虔恳受持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业消智朗，障尽心明。此关键当着眼于结成尽境，可见成境之功用无量无边。师父曾说，成境通自性，至诚感通，成境可令自性彰显，其与真信切愿暗合道妙。因诚自不疑，因境自向而往之，自可前通佛智。又或从究竟处言，成境即是善根深厚，即是自性与菩提心相合不二。因此印祖所言，专蒙修持之渔夫渔妇，多因成境而暗合菩提心智，久久夜宵至显，往生极乐，一生成佛，或不可思之真实利益。二，真老实念佛之老实，就是具足成境，通发菩提心，听话真干，集合一向专念。如此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莫有不往生者，万修万人去也。倘若只是一向专念，名号虽具无量功德，然心不成固，无有感通，只是结一善缘，种一未来种子而已，难获实益。正如印祖所说，以忧乎疏散、虚妄嫉妒之所致也。论及修持方法，真正念佛之人，观照培养发心为至要。一，培养澄净心。原则，明事理之因果，启发澄净心。方法，入手处当在三根，此为澄净根本。严持戒律，消除诸障碍，开显自性本具之老实
听话真干之德。二，悟入菩提心。原则，由是法之常静之心，精进提升，悟入大乘之圆满常静之心及无上菩提心。方法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以深入经藏之理启发菩提心。十，持戒保信愿。一，信与愿生根而有力，有力而导行，行方可持续不断。二，若信愿虽有，但未生深根，而信愿有退，空有而乏力，行持则有进有退，况退缘众多，不可保障持久，懈怠放逸而在所难免。对治，若想保有初发心，精进不懈，则需要保有初心之强大信心与愿力。一，持戒以保信愿。持戒对治粗重，进而微细的烦恼，令其不起现行，防非止过，积功累德。轻戒持不了，重戒易犯。持戒才能对外界的染污有抵抗力，才能持续保证信心与愿力不失，并持续增长。否则一经沾染，习气起现行，愿力难敌业力，又随业流转。二，深入了解持戒意义与果报。与之同时，深入了因果，知道因果而不敢犯，知道戒行及开遮持犯，则知道从何处下手才能持戒清净。以上为惭愧弟子练习学习心得报告，不妥之处，诚请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大德慧语慈悲指正。阿弥陀佛，惭愧弟子念希顶礼敬诚。这一份报告，这是上半，还有下半。我们听了练习居士确实在网络同学当中算得上是认真在学习。这一篇报告对于在这一生当中真正想往生西方的人很有受用啊。我们冷静观察眼前同修，我们自己的同修，甚至我们在一起共同修行多年的同修，有十几年的，有二十几年的，有三十几年的，为什么功夫不得练？我们在旁边看到，为他着急也没用，为什么他不着急？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，这个法门难信之法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早年李老师告诉我，
我们自己联社的同学，一万个人当中，真正能往生的二三人而已啊，不是万修万人去啊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此地所说的毛病全都犯了。那你问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，就是改不过来啊。啊，为什么改不过来？经没听进去。原因就在此地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为什么把讲经教学认为第一手段？啊，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教学49年。讲净土的经典是在第二世方等，换一句话，前面小乘的根扎下去之后了，提升为方等，第二个阶段好比是中学，这个法门就宣布了。三经都在这个时候说的。为什么？而且还是多时说的，不是说了一次不再说的，一切经都是说了一次不再说。那为什么？有特殊的对象，那也就是有印记的人啊，那么这个法门能适应一切不同的根基，所以第二世就说了啊，是个异行道啊，异行是方法容易。真义心道，难行之法。为什么难行？理太深了。啊，理深了，理不明白，有信心，那叫什么？福德。他有福德，他能相信，懂不懂？不懂，我就是信。信从哪来的？从佛来的。佛很能骗人吗？佛很能说假话吗？啊，他对佛那个信心五体投地。那么现在宗教的信仰动摇了，外国人不相信上帝，不相信神，中国人把佛菩萨圣贤也疏忽了啊！毕竟他年这个年岁久远啊，还有一点性根，但是这个性根动摇了啊！其如经教不深，原因在此地。另外一个原因，魔外面的魔扰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魔是什么？诱惑啊，财色名利。你只要稍微沾一点，慢慢就中毒了，像吸毒一样，你可不能尝试。尝试就有瘾了，就中毒了。啊，自己明明知道中毒，也回不了头来了。
占大多数啊。那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的一生过清贫的生活好。安全保险的啊，不会走岔路啊。如果有丝毫设想啊，要求这日常生活物质生活过得好一点，这是念佛人最大的障碍。啊，这个诱惑开始是小的，以后你只要是一起入，欲罢不能，这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啊，到自己完全了解也不行，也会不会。啊，他走得也很清楚，也很明白，又去搞六道轮回去了。那我们细心观察了，你完全都摆在面前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这一篇文字写得很好，把现在念佛人能往生的不能往生的说清楚了啊，给真正想往生的同修是一个帮助啊，真正有提醒人的力量。非常难得啊，希望你自己在这个根器上你也说到了延迟戒律，对的，戒律是要延迟，不能轻易放松啊。再一个深入经藏啊，就是一门深入顶多净土三经一论啊，其他的法门其他的经论不涉及。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法上印时何况非法，玄定一门往生重要啊。所以在今天海贤老和尚给我们示现最好的榜样，印大学啊，他一个不认识字，从来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听过一部经，他不需要，他佛大，佛太大了，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，就管事。你看一生当中念了92年寿命长啊，得功夫成片，得事业心，得理业心啊，一步一步的他真做到了。啊，特别是在晚年行持上，你细心去体会，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
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细心去观察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同学还有一部书可以对你有帮助。夏莲居老居士，而、哦、不是夏莲老居士的进修解药，给我们现代人编的一个简易的课诵本啊，早晚做课诵，费时不多，只有32本。啊，念老给他详细讲解了一遍，讲得好啊！啊，可以帮助你建立信心，帮助你断疑生信，内容丰富。啊，等于说是《佛学概论》这篇讲演里面。包括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全部在里头，好像是一部佛学概论。啊，平常工作繁忙，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学习经教，读这一样东西。够了啊，他还有个光碟，有个有声书。你要是不愿意看文字，你听，放下来听。啊，文字全在字幕上，大有功德，于现代啊。啊，希望我们同学认真努力，好好的学习。啊，这个练习居士，下面接着还有下半部。专修净土心得摘要下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诸位大德老师，阿弥陀佛，惭愧弟子念希，继续汇报专修净土心得摘要下。11，净土因果同时之法，显信心之重要。1，信他且信自，显果德契因心。净土为他力法门，为何特别强调信自之重要？信他就是放下自己，一心靠定阿弥陀佛，全盘接受果德加持。信自即信自己本来是佛，此之因心才可与彼之果德契合，他力加持才得圆满。此法门即因即果，因果同时，信他就是信自，此二信同时才能圆满。和净土因果同时之妙旨，倘偏于一方，性力皆有偏失，唯堕边地之因。2，净土性之难，在于能性所性皆为究竟实际，
信他，须信全体果德。信字亦是信自己究竟是佛，信理信事，信因信果，能信所信皆是究竟实际。净土之信，一旦真信即彻底放下，直通佛果，起心能念，与所念之佛皆是究竟妙德，圆顿中之圆顿，不可思议。若无大福德大智慧，若无诸佛加持，如何信得？十二，法藏菩萨即是久远已成佛，为何又曰因地发心？以下或可为上观居士因地已居究竟佛果之判据之补充。一，彰显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净土法门为因果同时究竟直接之无上妙法。弥陀大愿含摄十方佛果，究竟圆满功德，全体作为因地授予念佛人。即显净土法门，起心即是本来，动念即入果觉，全显因即果，果即因，因果同时直趋究竟之无上殊胜。待十本合一时，即是成就时。二，以是果觉故，显净土为他力法门。世间自在王现十方佛土，加持法藏遍参，其意即十方佛力加持，且以方果地之功德加持，全盘流入清净洪明，以此为流入凡夫念佛心，直趋佛地。利者，助达目标之功用。自利，应习染而不究竟。他利，为佛利，全体究竟圆满，可解凡夫一切业障。二，以因他力故，待业往生，直达佛果，显净土首为凡夫，兼为圣人之奇特殊胜。凡夫念佛，由弥陀愿力加持，但凭信愿而感极乐果德。所谓待业，凡夫但凭信愿，万缘放下，所有业障由佛力加持而代为化解。若以自力修持，虽种远因，也终有得缘果一日，但自身业力障生故，外缘逆为等故，无佛力果觉加持而化解业障，欲成就究竟菩提，须久经长劫，万难万难。十三，要解中以六性分三对，实显一体不二之意。净土法门绝妙难思，以其即因即果，即理即事，
即自即他，实为圆中之圆，顿中之顿，至极殊胜。盖有果德作因心，此因即此果，此理即此事，此他即此字，则信之一字同讲三对六门，彰显此一体不二，绝代圆融之妙意。信他即是信字，信理即是信事，信因即是信果。一旦言信，侧偏于任何一方，则不为圆满；而极尽一方时，则另一方同时圆满。故有渔夫渔妇，虽不知何为六性，然由结成净境，全养他力，自性之力自然圆满，皆由自他不二，暗合道妙也。况此养性之力，就其本来，即真实自立耳。可见澄净之心可贵，澄净之心即是清净性心也。世人多因傲慢或懈怠，或由信心偏执一方，如妄言他力而废自修，皆是澄净有缺，至自设成障。此所谓信心不清净，有夹杂者也。或有问曰，即是一体不二，何故净土特别着力他力法门？以他力实为自力故，凡夫但当养性，自然暗通全他即自之圆融妙理。此之养性即诚性全性无疑，依教奉行耳，绝非单谈他力而废自修。世人有言，他力而废自修者，实是愚痴障蔽，不识自己妙明真心故，实为不信也。障自障他，与弥陀真心之愿远隔重山，无感无应也。令以养性故，澄净之信愿与佛感应道交，皆因由此感得弥陀，但凭信愿即可得生之宏愿加倍，自然而然顺理成章，容易之极。如佛臂再垂，众生但举手耳，即得弥陀之力也。十四，三字皆是净土信愿，非从外得，即是本明妙心，真实殊妙，敌为甚难。世间自在王如来达法藏菩萨之三字，皆是净土殊胜密意。一，净土由法藏菩萨以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全皆净土法门究竟真实因果同时。如彭居士起信论誓曰：当知无上正觉，
一切愿王从此出生，一切净土从此建立，才发此心，极乐庄严一时具足。因地即真，果地必满，一时具足，因果同时，殊胜极妙。法藏菩萨从果向因，净土为一乘果教，全体皆是真实中之真实，究竟中之究竟，圆顿之圆顿。二，法藏菩萨自开他力法门，因地集聚果德，彰显净土之真实信愿，非从外得。法藏从果向因，求问已发之信愿时，世间自在王如来直指三字，彰显此地信愿的是本具妙心也。佛不能加一分，众生不曾减一分，全自本心，不由外得。此心亦即人人本具之真心自性也，自他不二，有感有应，自然之极。若性愿非自性，何可谓感召自性之弥陀，自性之极乐也？三，念佛人当以自性本具之真实性愿，感得自性本具之极乐妙土。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，法藏菩萨因地真实之信愿，建立极乐妙土，全章念佛人须以真实信心，方可感得真实佛力加持往生。念佛人一念真实信愿，与弥陀信愿皆真实不二，故而可起感应道交。弥陀名号即是增上缘，当下即借佛力直越三奇，感生极乐，顿登佛地。总结：无非当知，净土之信愿殊胜极妙，即是真实自心，万不可稍有疑惑障之，与不须求真，但须除妄异曲同工而借用之，即不须求信，但须去疑也。净土法门信心真实，真实信心，信心清净，清净信心。此意为何称净土为难中之难，却是净中净又净之极圆极顿一乘大法也。反思信愿行，念佛人当警醒，即信愿必须真实，加持之佛力方显，功夫真一分，加持显一分，功夫真十分，则加持显十分，全体真则净土现。
皆因信愿本来真实也。所谓真之分，当从放下多少看。虽说自他不二，然无辈修行人，不能因他力而废自修。下手处，仍是养性佛力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结成净境。老实念去，佛力加持，自然夜宵至朗。但当念至始觉之信心，与弥陀本觉之愿心合一时，自然净土现前。十五，以苦为师，磨难即良药。世尊一教，以苦为师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。事项上看，吃苦常表现为用度极为节俭，以断除贪念，护持道心，或遇种种磨难，逆来顺受，以忍辱成就道业。再深入观，困苦或磨难，岂非本身即为良药？道心从中来，道业从中成。即是说，若此中既生道心与道业，凡修道者自当视之为宝，又为何称之为苦呢？可见所谓苦与难，不过心念之分别。因众生多有贪念，多有喜顺厌逆之欲望，而称之为苦难。世尊以示地化导众生之心念，令我辈以此为师，而非视之为苦，顺俗地入真地耳。以苦为镜，反观自省，察过去习。若仍有苦之想，皆是贪心未尽除。可见苦与难，不过是治疗此症之药名也。若贪念已除，欲望不在，苦即是失，失即是苦，名相不存，病药皆无。苦难不仅为自身修行之良药与明镜，同样堪为他人修行之必须。众生常观他人苦而生知足之心，珍惜之念。诸佛菩萨常以极苦难之身示现世间，不过是启发众生之方便，誓愿之自然感应，于其本地既无贪着，哪有苦受？为何吃苦能护道心？苦也是念，贪也是念，就其根源，无非是心念上用功夫。五浊世间，众生业习深重，恶心所远超善心所，而人亦觉苦之感，而极难察贪之根。道心薄弱，急需善护，而以苦为师之念，
可引发无贪之善心所，将恶心所自然转化。因无贪是本心，贪念为虚妄，真实升起，虚妄自然消除。吃苦之世修，可协助入无贪之理持，进而可事理不二。这也是为何大德常说，知苦方是善生时。注：此处知苦而非觉苦，知苦者了苦之相，知苦之因，而生脱离之想。觉苦者，亦或只见事相，不见本因，求脱亦不得方。如感钱少生活苦，一者广修布施，勤俭持家，积德做人，任劳任怨为事；二者一味想尽办法多赚更多，善恶并存，往往不如法者占多。前者为知苦，后者仅觉苦。十六，心得散记。一，只求两脚着实，不求门庭好看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全在心地用功夫。内，戒除一切贪名好利，贪求供养赞叹之心，省心省事省麻烦。外，防止名闻利养诱惑，极度障碍。二，有体会心神散乱之害，深感老法师婆心恳切。自开始抄写大经解，方知心神何等散乱，除本具之常随之四大烦恼导致外，实因当代散乱教学之法所遗留。习气一旦成定势，改之大难。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时需经历一番寒彻骨之痛，并佛力加持，方才有望。使之无备，实属不幸，生逢乱世，受此影响，习气愈加深重，亦实属大幸，得遇恩师点名，得遇殊胜净土法门。若无佛力加持，妄念纷飞，出三途无望，更何其出生死乎？使之恩师婆心之恳切，悲心之无量，实乃悯念吾等生死凡夫，忍辱负重，不离不弃，不由痛哭流涕。可怜悯者，实乃无备耳，大幸者亦实无备耳。三，专事性德，恒常不变之意。老实即是专，专心专注，放下不变，保持
不拐弯之意。四、实玄与生活，一念周遍法界，时时刻刻每个念头须当谨慎，当念及父母师长教诲，一即一切，一念中含摄一切。凡不能对念佛人做好样子的念头行为，皆当熄灭。最圆满的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信心当坚定，真信就是真心，真正与弥陀愿海相融合，即入弥陀愿海，即入实玄。五、何谓发菩提心？舍身忘我之心，远离一切名闻利养之心，无贪图恭敬供养自身心等，即远离为菩提心。愿待众生苦之心，忍入心，持之以恒之决心，表现在外，柔和不变，善解忍耐包容，恒心与毅力，发心无形无相，即是心念状态在此，即是发心。发菩提心，即心念在菩提，即是发菩提心。六、最高的享受。所谓享受，即是顺理，即随顺性德，此最为接近自然，因此也最为舒服、清净、安乐、自在。若有不舒服，即是习气障碍。七、世人难信佛法，难信净土，难在何处？障身激烈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匮乏，至诚净心缺失，义理深，超言辞，越文字，极简极深，极难说清，而不假方便，直达目的，行持极易，极难理解。八、清净信心，即可消除对立与傲慢，妄念自清，信心清净，知自心是佛，自然向内寻求，则羡慕、嫉妒、仍有我无之心自然消灭。性本自具足，自然全心于纠正己过，克服习气，念念见贤思齐，学他人所长，以其快速正德，则无暇与他人相较高低，自然不关他过，无人我是非。信己，则相信人人具足，则肯将自己降之又降，谦之又谦，自然无有共高我慢，不会好为人师，不会指手画脚。以此之法，久而久之，
则心量大开，心地柔软，一片慈悲。正如印祖所言，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。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令修行慢，安稳即是快。学到真愚始知贤。九，何谓不假方便？不假方便，即是直下承当，就是深信，信本来是佛，是心是佛，切愿，愿往生成佛，是心作佛，直下承当者，无疑也，当下即是也。所念者实相，能念者实相，能所是一，无能无所。十，吃苦护道心，顺境淘汰人快，似大风大浪，引人之恶心所起现行。最常见是懒散懈怠。逆境与之相比较，更似小风浪，反易激发修行人之道心，厌离娑婆苦。若吃不得苦，则顺境必行贪爱，因不愿吃苦，人是心有所恋故，贪因未断，如遇顺缘，则因缘会遇，必生退堕。果然能逆境不生称慧，方有资格在顺境中修不贪爱。若以断贪爱为名入顺境，须警惕外清而内浊，修行徒有虚名。若出离心不够，则肯定发不起菩提心，亦即菩提心乃出离之清净道心，看得开，放得下。十一，安者寻道尊理也。富贵安于富贵，贫贱安于贫贱，安者何意？所谓安者，并非听天由命，自甘于世，而是寻道而行，尊理而修。道性德，理修德，遵循天地本性，静修福慧，而性德可显。寻者顺也，不悖也；尊者从也，不逾也。天地之间有大道，皆不出于善恶因果。富者有为富之道，贫者有在贫之道。富者为富行人，兼善天下；贫者守贫立志，独善其身。貌似两义，实则同遵一旨而行徒有殊，皆不离于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矣。则富者广结善缘，吉庆长随，
贫者夜宵杖除，或远弗归。准此，贫富二句相辅相助，相和相融，何有冲突可闻哉？此为安之意。然现世人不闻大道，不明事理，一味着于权术，争强好胜，遂冲突四起，天下大乱，皆因不读圣贤书，不尊圣贤教之过也。十二，为什么阿难知道世尊现瑞是佛在念佛？念者动也，理或体，住也照也，用缘感而应也，相。世尊所现瑞相，皆是最为奇特之佛之境界，听者三根皆具，而凡夫数众，可见并非由众之境界而现，实由佛力加持故。此亦显净土法门为他力法门，而众生成佛基熟，远感佛境应现，世尊所现之境界，即是念之所在，即离体所在，住照所在，即是殊胜奇特之佛境，自然是念最殊胜奇特之佛。综上所述，一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现最奇瑞之相，即住最奇特之法，现佛即念佛，即成佛基熟，即大教广覆基熟。二，现瑞彰显此法最契理，契最究竟之理，当生成佛，且三根普被立顿全收，而入一句佛号中，以持名反闻，应此世界之机，显最契机，耳根最利，实乃契机契理之最上妙法，最极方便。十三，阿公阿婆之只管念，如何把信愿念出来的？什么是真念佛？应祖不止一次赞叹老实念佛之人，但世人对只管念似乎理解的也有所偏颇。现在人所说的只管念，恐怕不一定是真念。而印祖所说的老实人虽是只管念，但文钞中还有四字对其描述，即结成净境。真念的老实人必是真正具有诚敬之心的，待人诚恳忠厚老实，而诚敬通自性，自信即是真信心，自然像这样的老实人，只管念就可以念得真登佛地，只因其有真的真诚之心。印祖在文钞中提过，有两种人能算是真念佛人，
一是上根立志可担荷得起，二是下愚之心，老实无疑。去此两种，则争不争，皆在自己努力，依教与否耳。而现在人，多数是这两种之外的根基，只能努力依教，才能学得老实听话真干，而下手处则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。师父大智慧给了我们最直接的方法，就在我们是否信得及。难怪上海下贤老和尚也劝世人要听老法师的，他就是来接我们的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了。十四，修行人要学会伺候人，不能有享福的念头。想当好和尚，先做好婆娘，要学会伺候人啊，这是贤公的一句话。真正的修行人哪会有享福的念头，修行人只有服务众生的心思，念念只为度众生，吃尽世间一切苦，只为唤醒世人心。贤公一生都在为众生示现，自己照顾自己，直至往生前还在地里干活，一生不麻烦别人。世人动辄号称追求自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时间自由，财富自由，言论自由，但是真正的修行人哪里有所谓的自己的事情，心里只有众生的需要，众生的真实利益，就连成就自己也是为了广度众生，四弘誓愿就是明证。即出发心中就没有自己，只有这样的出发心才与最究竟的佛果相对应。反观娑婆世界，哪里有真正的福可享？有享福享轻松的念头，其实质仍然是对世界的留恋。有享福念头的人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受罪，被执着所拘缚而不自知。真正的清福在清净心中，不在外边。贤公讲，想当好和尚，先做好婆娘，要学会伺候人啊。即是有为别人的心，才能出得了家。换言之，有颗无私心的人，才能出得了世间的家，出得了烦恼的家，出得了生死的家。以上为惭愧弟子念习学习心得报告，不妥之处，诚请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、大德会与慈悲指正。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念希顶礼敬诚。听完了，念希同学的报告。
非常难得。他的修行确实有心得，今天将他的心得提供给我们分享，我相信对于学佛够标准的人，听了这篇报告或者是看了这篇报告，一定有所感动。啊，为什么？有许多同学，也许包括自己在内，长时间的熏修，功夫不得了。这是事实。那么后面这篇报告里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老生常谈，没有人不知道，可是真知道的人不多，那就是信自己本来是佛啊，信自己究竟是佛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真正明白这个人，明白人呢，听到这两句话了，痛哭流涕，彻底的忏悔。啊，本来是佛，究竟是佛，在六道轮回的流浪，无家可归，变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？迷失了自信。自信，万德庄严，究竟圆满功德。我们把它迷失了，迷失得干干净净，连一个善念都生不起来啊！恶念里面第一个就是怀疑，哦，这个怀疑作用可真大了啊！怀疑自己，怀疑别人，怀疑父母，怀疑祖宗，怀疑老师，怀疑圣贤，怀疑佛菩萨，这个世界没有他能信得过的人。我相信他在一生当中也不曾遇到一个他真正相信的人。这烦恼的根呢，贪嗔痴慢疑，从这一个疑有了疑了，上面四个也都具足了。这样的心态也是从自信里变出来，变成我们现在所用的心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
贪嗔痴慢疑，地狱五条根啊。我们今天走的什么路子？如果这五个字通通有，不但有啊，沾上一个，是地狱道啊。五个字都通向地狱。有没有警觉？那要怎么办？最好的办法是对善根福德居住的人说，他懂的。如果善根福德不居住，讲了也是白讲了啊，只能说在他阿赖耶里面给他落个种子，不能起现行，不起作用。迷的时间太久了，迷的缘太深了，所以遇到佛菩萨，遇到圣贤君子，他也不能够救啊，他还要批评那个人呆，那个人傻啊，不会为自己着想，他认识啊，要为自己七情五欲着想的，他认为那是合理的，那是正确的。啊，对于放下这些情执，放下五欲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他不以为然。啊，他说那些人都是傻人，都被那些迷信宗教欺骗了。他这么想，认为他很有道理。为什么？别人也是这个想法。醒不过来啊！啊，那在轮回里头，我们很清楚，不知道要轮回到多少劫，他才得人生与佛法。啊，看他能不能相信，能不能接受。佛菩萨在今天度众生很难啊，大彻大悟也不敢讲啊，还得装糊涂啊。那我们想到这些地方，才真正感到庆幸、幸运，这一生能得人生，能闻到佛法，能闻到佛法当中正法，这个难。啊，非常幸运，能遇到夏老居士的汇集本，这个汇集本确确实实是集五种译本的大成，汇集的好啊。
如同佛亲口所宣，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，没有改动一个字啊，重新把它编出，编出来，我们看了读了，非常自然，真好像是世尊亲口所宣啊，讲西方极乐世界理事因果介绍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们对净土信心不足的人，好好读诵，念上一千遍下去，念上两千遍，你的心扎根了啊，念上三千遍，你的根发芽了，起作用。啊，我们善根福德不够的人，要从勤于读诵，不必求解义，什么意思？不必去想，只是去念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修念佛三昧。为什么要求修念佛三昧？三昧能开智慧，一戒得定。这三千遍是戒，修这个戒也得念佛三昧，三昧现前，智慧开了。这经里头所有的意思，无师自通。全通啊，通了之后都要找人给你做证明，在现在找不到人了。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可以验证，你再看那个注解，你会拍手叫妙啊。写得真好啊，真恰当啊，他在经论里头折出来的就那么巧妙啊，好像是佛菩萨拿他的手啊念出来的。这些书搬在我面前，我们能不能找到？找不到。不容易啊，我们遇到了啊，他有没有障碍？有，有反对慧济文，有反对华严老祖先的啊。如果你要相信，听了怀疑了，不学这个法门，是你善根福德因缘不足啊，你还有那么多冤亲债主找你麻烦，障碍你修行。如果你信得过，死心塌地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恭喜你，你这一生成就了。所以念习居士也多次提到，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具足这个条件，就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。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
海贤老和尚就给我们表这个法。他一生的成就靠什么？就靠这三个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他就成功了。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听了、看了念慈同学的报告，把我们唤醒。我们有这些问题的人要赶快觉悟，不觉悟愈陷愈深。一遍还不能觉悟，不要紧，看十遍，看二十遍，看三十遍，不长啊。你就会回头了，回头就得受用。回头依靠无量寿经，依靠念老的脊柱，依靠进修解药，没有一个不化身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你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自行同时又能化他，给别人做好榜样啊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